带您一起关心天气。今天是五一劳动节，要告诉您天气状况没有很好。好，这个是因为南方余性逐渐北移，加上东北季风增强，所以台湾附近水汽变多，气温也是一路下降。首先来看到温度的部分，北部是16到20，中部16到27，南部20到31，而东部地区是17到26。雨区预报的部分来看到，全台湾几乎是一片蓝。好，东半部有持续有降雨，那么北部地区呢有短暂阵雨，中南部是转为局部短暂阵雨。提醒您出门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。最后几个小叮咛提醒您，北部气温比较凉爽，南部比较温暖，所以南来北往记得要调整穿着。另外来看到这个台南以北还有东半部恒春半岛沿海空旷地区，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8到9级的强阵风，沿海地区也有较大的风浪，海边活动一定要注意安全。那么以上天气资讯提供给您。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